的名字叫做周维新，我小的时候名字叫做周建国，啊，建设的建，国家的国。那出生以后呢，我到民国三十八年的时候，那么因为中共跟国军的作战的关系，国军败退呢，就从海南岛退到台湾来。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军人打仗打到哪里去，眷属跟着一起走了，所以那时候跟着眷属走就上船到台湾来。那上船的时候，那船上的情境呢，后来我听我妈妈描述呢，船上的情境也很恶劣，大家都带着有钱，但都没有带什么家具嘛，都带钱。因此呢，说谁如果说在船上生病了，或者是呕吐了，或者是不吃饭了，就马上丢到江里面去，丢到河里面，丢到海里面去，啊，就丢。那时候我因为晕船，我从小就是晕眩嘛，就晕船，差点就被他们丢了，啊，后来妈妈花钱呢，拿金子给那些军人呢，才没有丢，否则我就丢到江里面去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战乱的时候，我们军中的纪律很混乱。啊，那时候我们一来呢，就住在这个新竹市建功路，那时候叫建功路23号。那建功路23号呢，这是我们家的户口名簿，这是可以看得出来，1939年11月8号，我们搬进来的那个地方呢，原来是日式的所谓第六燃料厂的一个车库。那这车库呢，靠这个27号这边呢，就是车库的办公室，就是我们家，就是23号就是办公室。23号的旁边，21号、19号、17号，一直到7号呢，就是车库的，修车厂工厂。修车厂，如果说那个地现在要挖开的话，还可以看到地下有沟，因为车子开进去，地下工人可以在那个地下沟壕沟里面来修东西，所以那边是仓库，整个仓库。我一来上学就上龙山国小，就现在的这一个科学园区那个道路一下来的左边，啊，就是龙山国小。我在龙山国小，龙山国小读了几年以后，因为那时候龙山国小在那边啊很偏僻。在龙山国小，因为这条路呢，那时候都没有住房子。龙山国小到住家之间呢，大概要走大概要五公里左右了哈，五公里左右。回来走这个路上啊，这个都是石头路，都是这个泥土加石头，那时候都有牛车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，所以我们小时候很调皮啊，就坐那个牛车后面啊，就坐到牛车上面啊，去上学。有时候传令兵来抱我，背我。要过年过节，了不起杀两只鸡，对不对？吃个鸽子，然后屋顶上刷刷，白报纸，这样就是一个过年了。我最讨厌过年了，为什么讨厌过年呢？因为白报纸在敷墙还好，敷那屋顶的时候，白报纸敷上去，那个浆糊就滴到我的头上来了，浆糊又烫，又黏，弄到脸上，弄到鼻子上，很难受。他因为时间回来的少嘛，回来的少呢，回来一看功课不好，就会打。啊，那时候院子很大，对不对？拿那竹子打，竹子都打断了好几根呢，打到满院子跑啊。那我从小时候功课不是很好，走路上学那时候，哎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，突然穿越马路就被这个中山新村的一个下班车把我撞到了，啊，撞到了命大，撞到倒下去，我已经躺到轮子前面，啊，就躺到轮子前面，就现在马街医院的过去一点点，就在那个位置，啊。那如果那个轮子再压过去20公分，我就拜拜了，啊，撞到了腰。我们那时候刚好叫心理卫生啊，就刚刚跑到路旁边去摸有没有心跳，啊，还有心跳。那我爸爸就吓死了，从金门请假回来。大概这个时候了，他才觉得，哎，他对我的管教呢，不要用那个方式了，啊，所以那时候他就给我改名字，叫周建国，改成周维新，啊，就重新来过。哎，从那个时候那件事件以后呢，父亲对我的感情好了，那我呢，哎，自己也愿意用功了，所以我后来功课就好了。我们都是很简单，都是一个菜两个菜，啊，肉食都很少，啊，在我的记忆里面，在我读高中以前啊，大概我们的肉食都很少，都是芹菜，买猪肉牛肉都很贵啊，买不起啊，那你自己养的话，就可以吃了，对不对？那只是吃还不愿意吃好的，都吃坏的，都吃要死掉的。
为什么好的它可以 生蛋嘛，它可以再 生产嘛，它也可以生产嘛。那所以好的它我们家里都不吃，都是那个、倒下去了，晚上杀掉，第二天来吃那个。我们每个月会发油米，米会用牛车送到家来，领米喽，在喊，那我们就去领米，领油，领盐啊，油米盐这三个东西每个月要领，油米盐都有油条、米条、盐条，用油条、米条、盐条去领那些东西。那柴米油盐靠国家再来补给呢，刚好够用，啊，够用，够生活，啊，够生活。可是呢，想换点花样就不行。就是在这个现在有个胜利堂，那以前这个教堂，基督教教堂呢，他每到礼拜天呢，他会发包谷粉米粉，他会发包谷粉米粉，军中只发我们这一个米油盐，没有面粉，没有别的东西。那包谷粉米粉他们一发呢，大家都排队去领，所以我们小时候就跑到教堂去领。那时候民国四十几年到五十几年都是这个情形啊，就额外的补给品大部分来自于教会，就包谷粉就那在锅上落，连油都没有啊，就那干落落落落了，吃了口里面哭得很，就是吃那个包谷粉。我小学从一年级从来进来小学，我是八岁来嘛，八岁来我们只进二年级，二年级一直到毕业都是打赤脚上学，到了中学才穿球鞋，为了穿球鞋还照个张相，很小的时候，为了穿球鞋，为了表示读国中了，戴个帽子，哎。